菜海鲜锅。你是萝卜汤，萝卜丸子汤，这没有酱的，对，不用酱，不用酱。这个很像以前那个，就是我爱吃的那个汤的那个。我自己是我先把肉跟洋葱，葱都先炒过，这样肉其实我觉得会比较香。是用那种就是沙茶锅的概念，石头火锅的概念。是放在饭上面，它那个蛮够味的。对啊，我这锅子看起来很诡异，为什么？它有点坐过去一点。对，这样才平，不然视角看起来真的很奇怪。好惨，太轻。这确实就很惨。哦，里面有这个超小的这个小卷。哦，哦，迷你。芙蓉的小卷。然后萝卜里面有芋头、丸子。肉酱炒好，对，肉酱炒还蛮好，而且还蛮下饭。是玩的，哎呦，很弹，擦下去。吸饱了吃，哎，那个台中的那个什么，哎，现在是那个林口那边有吗？那个还是什么奥莱一个很大的那个皮卡丘。好想去看哦！啊，那病毒风暴。嗯，国外病毒风暴应该很严重。跨年应该是，但我不知道我们台湾应该怎么办。因为台湾其实是没什么状况。喵喵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喵，鱼丸就叫鱼丸。那好好吃，好好吃。那在国外很多地方都已经就是到很严重，很多的跨年都办了，而且封城。喵喵喵，奥密克戎是一个怪兽，对，很严重。猫咪怎么了？你只有在我这边可以变猫咪哈，你不要去别人那边变猫咪哈，来爸爸。你要带我过去是不是？啊，等一下，喵喵。爸爸先吃饭好不好？你先玩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帮你停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萝卜好吃哦。我煮那个白玉萝卜下去，好吃。这个虾根，爸爸好饿哦，先吃饭，过来，小仔过来，那我去陪他房间玩车子。好好像吃饭，爸爸先吃饭。爸爸好饿，哦哈，爸爸肚子扁扁。爸爸肚子饿饿。要吃。好吧。爸爸，那拿出来给他看，好吧。拿两台就好，两个。拿两个吃。终于。
种就叫哄骗。哄骗你最厉害的。要比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嗯，早早安啊，小鹿，来给，在这飞，后面跑，去 ，go。嗯。那里。看我们这样吃，大家可能想吃泡菜锅。那么，肚子饿，你过来坐啊，等下妈妈弄饭饭给吃。哥哥，表示有那个，哥哥萝卜跟汤，要不要？嗯。放给妹妹吃一下吧。嗯。妈妈吃光光。好。那我。哥哥钓鱼。哥哥吃完了，爸爸换壳。等下妈妈要去煮，他们很喜欢吃这个萝卜哎。丸子也好吃吗？我明天再煮煮一大锅，好不好？面按辣，辣，对对对，一点点酸酸的，慢慢吃的。吃一个这，现在要不要？现在要。我们先看。那个现在怎么吃啊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我这芋头弄松了。我先蒸锅。然后萝卜我也都先蒸过，让他们都很好吃，很好咬。好了吗？可以吗？有点酸。对，继续泡菜。加了泡菜对吧？好吃。嗯。那个什么时候还哥哥啊？明天。煮一锅萝卜，萝卜鱼丸，然后给小朋友，然后配饭吃。那可以。可以。可以。嗯。我听。家常面真的是神来一笔，好吃好吃。那没有吃的那个泡菜跟 cheese， 不吃了，可以还给我吗？嗯。那个啊，要吃完了。嗯。然后可以给哥哥吃了吗？嗯。那我再弄好，再弄好不好？是这样差不多。拜拜。